可以拿1000块进来给我吗？借我一下。在那个就是里面购票的。然后我们到里面量一下手温哦，有那个手机，我们扫一下条码哦，开启照相模式，来扫一下那个条码。扫完条码之后，我们到里面量体温。有手机的麻烦拿一下哦，我们到那边量，扫一下条码。今天大概有多少船班？15班哦，绿岛航次总共来回15班。好，我们县政府在中秋连假的期间，那提供在富冈渔港，我们提供了快筛的一个服务，那针对要进入离岛的一个旅客，好，我们进行快筛的部分，那为离岛的居民的防疫把关。